天哪，我真的很期待一会儿的生物课。我已经准备得非常充分了，而且这个主题对我来说真的很合适。真的吗？我的说，我觉得历史比生物有趣多了。不，生物更苦，尤其是现在我们学习生态系统这个话题，这非常有趣。这连作业我们都有，关于实名灯方面，我甚至已经提前看了一页，因为我觉得这很有趣。课就要开始了。无论如何，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。早上好，亲爱的学生们。早上好。啥？拉丽莎，学校校长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以为我们现在是和植物团队上生物课呢。不知道，朱利安。但我想听听他说什么。好了，亲爱的孩子们，玛丽特先生团队突然生病了，所以我今天在代表他，因为我不知道这里的生物学。考虑到我最后一次教的是生物学，而我实际上教的是数学，我建议我们今天就上数学课。我不，等等，偏偏是这个，我不是很喜欢数学，但是现在我最喜欢的科目是生物，我还特别准备得很好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放轻松点 Julian， 数学并没有那么糟糕，而且校长夫人做的也很好，请在前面不要那么大声。那么亲爱的们，请大家都拿出你们的数学书，与此同时我会现在黑板上写下第一个人物。我们现在必须做数学吗？太无聊了，地理那么简单我都能教，我是说这对任何孩子来说都是小菜一碟。当老师其实并不难，而且一定很有趣，因为你可以整天说话，而且大家都必须留下来听。每个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，而且当老师并不难，对吗？校长，您从哪儿来的？是的，我这么看。那么朱利安，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挑战，对吗？挑战？他们现在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们要上生物？不，我们不做有机产品，虽然我不教生物，但如果当老师真的这么简单，那我现在可能或许是这个想法。你就是这一节课的老师，这样你们就可以上生物课了，而且你可以向大家展示你会如何上这门课，让我们看看教室之后你是否还觉得这很简单。真的吗？我真的可以那样做吗？而且这肯定会非常酷。谢谢。这真是个实验，我很愿意，但其他人怎么想呢？朱利安应不应该接管课堂？我当然也会留在教室里帮忙回答问题。所以我们三个人刚刚讨论了一下，我有些保留，但我被否决了，所以是的，我们决定给朱利安一个机会。那么展示一下你的能力，朱利安。好的，那么这就决定了。O'Corn还有朱利安，但记住，这也关乎负责任的扮演这个角色，你必须确保每个人都有所学习。我建议你们最好从生物课上次结束的地方继续。所以你的接上去，你觉得你能做到吗？但如果我发现你没有认真扮演教师的角色，或者你们无法取得进展，那么我建议我们结束这件事，然后可能该用拔图木，但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。怎么了那个？这将会非常棒，所以这绝对会很好，我一定会做得非常好，你们就会看到这将是一个非常棒的消息。好的，那么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新老师朱利安·沃格尔，祝你们玩得开心，祝你朱利安成功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怎么了？谢谢。那么我现在是你们的老师，这意味着我是朱利安·沃格尔，对你们来说就是沃格尔先生。我们就从头开始吧，明天亲爱的同学们，那真是太有趣了，我一直都想试试这个。等等，我现在是老师好吧？那么孩子们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我们现在谈论的是生态系统，
还有一个关于球音的家庭作业啊，吉利达斯巴西达戴子。哦，我想到了一件事，你们知道软虫对地球超级重要吗？嗯，阿尔伯特，你举手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是的，我们当然知道了，这不是写在我们要读的那一张里了吗？再见。啊，好吧，但我还是不太明白。哇哇哇，等一下，别在这儿乱说，记住想说话是一定要举手。哦，天哪，当大家这么乱说一通时，我真的会被打乱思路，所以作为你们的老师，我现在给你们解释一下，我们帮助土地变得松软丰饶，他们其实吃掉了死去的鞋子，把他们变成了富含养分的土壤。那么你们中有谁能告诉我，为什么球音对园丁来说这么棒呢？有人有想法吗？包拉，你呢？他们不是做了些对土壤有益，从而帮助花园的事情吗？没错，他们确实让土地适合种植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能送三土壤，这对于让根不呼吸非常重要。啊，路易，你也要报名吗？是的，请。没有软虫就少了植物吗？没错，路易斯啊，如果没有土壤中的球蝇和其他小帮手，我们很多植物就不会长得那么好啊。想想一下这个场景，好像土地就是一块大巧克力蛋糕，我们球蝇就像搅拌机一样，帮助混合一切，以便植物良好生长。如果这里没有更多问题，那我们就翻到下一页，继续都关于软虫的内容，可以已经结束了吗？哎呀，真的很好玩哦。我的意思是，所以学生们，你们做得很好，这很有趣。我觉得那样的话，你们就不用做作业了，享受你们的休息时间吧。简而言之，孩子们，我也想再说几句，我真的要说，他完全参与得很好，我真的很亮呀，也为你们感到骄傲。我会说，今天我们可以特别放一放，所以不用做作业，好好休息吧。哎呀，朱莉安，你做得真好，真的，我非常亮呀。说实话，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那么，你还觉得当老师简单吗？对你来说感觉怎样？是的，我真的觉得很有趣，但我必须说，我在处理整个班级和情况时，偶尔会感到有点不知所措，也许我确实有点力不从心，但总的来说，这绝对是一个很酷的经历。那听起来真棒，朱莉安，我也这么认为，你今天确实学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。确切地说，我是说，做老师不仅仅是谈论某事，不仅要确保每个人都理解并参与进来。我的说，我真的很高兴你尝试了，朱莉安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今天向我们所有人展示了尝试新事物的重要性，承担责任。是的，我肯定学到了不少东西。我的说，做老师真的是挺酷的一份工作，谢谢你们让我也有机会尝试一下。做老师真的很有乐趣，但我还是先做学生。各位，是我，朱莉安·沃格阿尔。如果你们还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，也就是沃格阿尔家族的信息，那么可以去 Spotify、 iTunes 或亚马逊音乐上看看。过去了，因为那里你们可以找到我们精彩的有声游戏。相信我，这真的非常酷。对，听听他说的，祝你玩得开心。